圣经讲讲讲邪灵啊，是撒旦魔鬼的下骹手来讲下骹手。下骹手。啊，也圣经讲讲人因为惊吓，因为个做出一件邪鬼，哦，像咱细汉时啊，无论是啦，一件邪阴啊，养成一个暗暝，还是成一个讲鬼故事的，这鬼故事讲一百遍时阵啊，都有，我变真呀，有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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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愈听愈听是的，对啦。但是圣经讲，当作去罗家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咱有读啊，因为点声的缘故，我小看甲有讲内面。圣经内面讲，作去这罗家福音第十六章内面有两个人，大家讲两个人。两个人。对，一个就是去吃啊，伊有名名叫拉萨路，拉萨路啊。了，有一个是好家人，好家人无名，圣经无伊名。啊，这个拉萨路去吃吼，啊，就去严重就去这土家人的门外口去讨食。但是这个土家人真正嫌食啊，常常啊无卡伊这个拉萨路，啊无好伊吃安尼款。但你点些贵啊，这两个人拢归心呀，来拢归心呀。归心了。啊，伊归心了后，终于发生什么事呢？拉萨路就转到圣经讲，伊转到阿伯拉罕的心肝头去了。了，这个火热，人呢就当伊第一个火会烧，无水啉嘛，真正吹打，真正痛苦来烧啊！了，这个火热人看到拉萨路就伊落血会享受，伊就讲啊，哎呦，我的祖先啊，阿伯拉罕，你使派人去我的老厝哦，甲我的各有五个兄弟姊妹，甲因讲爱信主，死后咧甲未来这阴间来受苦。阿伯拉罕来讲哩，阿伯拉罕讲，我无在这样来做。因为也已经有圣经甲人讲了，也有先知的话甲人讲了，那是也无相信，就算死人复活起来，也阮未相信呢。所以，兄弟们，圣经甲人讲物件，人死了后未变鬼，甲你讲，人死了后未变鬼。人死了后未变鬼。人死了后，身躯就烂去，慢慢就变土粉去了。人的灵魂干那两个所在去呢？唔是坐落灰，也无个在地狱。邪灵呢，扮演一个予人惊的鬼，予人惊到身败无平安，啊，就是爱人去拜魔鬼，离开上帝。而且人因为作恶，伊个内心啊有正侪无公义，搁较惊，佮拔倒到去魔鬼的欺骗内面了。OK， 那我唔知影哦。众人的厝的啊，通常也是无信主的，也有拜公妈的。我唔知你感觉拜公妈、拜信主拜这代志，你安怎看？你知影都啊？你众人落去拜公妈、拜信主拜，应该拜咩？因为啊，五条路呢，大家五条路。五条路。那是你对佛教的咧，佛教会甲你讲，伊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伊个投胎轮回啊。那是为祖先，那是投胎轮回，你拜神主拜，伊有大病咯，伊有投胎啊嘛，你个拜咧拜，伊都是无物件。如果我无食，我无拜啊，拜佛咧，我是对，这叫做红光诶，红光讲啊，你个祖先者死去了，骨头变变个裂去了，吓你怎卖？你会看到无？你拜公妈，你拜祖先，到底有啊无？所以拜公妈、拜祖先这个代志，其实是了大存疑。按怎来讲呢？因为啊，多内面咧，真实是咧祖先咯。只是啊，祭拜鬼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咱个中元节啦，啊，啊，就是拜鬼啊，拜较济，保庇较济，有拜有保庇，无拜出大事，听袂？所以安尼款个想法啊，是毋是甲乌社会受看头，甲无比清查咧？有拜。如果有不比不拜，就出大事。所以拜红光、拜祖先、拜鬼，讲破了，故事本质是相的。诶，唔是想看拜鬼，人无感觉人去拜鬼正奇怪咩？阿咪说红光安尼惊鬼，因发力安尼大，因我会惊鬼。啊，我胡乱讲个，我细汉的时。我们是插红光灯的，我吃湖水、林本、边林本水较济，因个真正是不去关红光的嘛，特别去山顶关红光嘛。
有时候我少年的时阵、细汉时阵，阿未新酒，我对人去山顶，阿咪山未移啊啦，平顶来啦，啊去山顶观虎爷，人讲虎爷。你阿讲去观的时阵哦，人未去爷，人应该爷唔行，人观虎爷，个咩爷阿个赌吧，都是咩青的赌吧，无色的赌吧，你爷去。啊，这样无牙去哦，一关只虎牙起来时阵呢，一虎牙就起个一人的身躯顶，个只起的身躯顶个牙来夹夹一人的手，啊，你同一人的人夹一手，夹到上面看到血，看到骨啊，我一个真紧张啊，这假死告诉我，我前目睭对人面面样去，所以我就车脚错到落去，错到八条路啊，变成一个所在叫八条路啦。啊！圣王庙嗰边，哇！佢闯啲圣王庙，圣王庙嘅时阵咧，人讲咩啊？即系咩啊？即系即系好嘢，实在背后多，不能无就搬出。唔知安怎款，搞到鬼时阵咧，啲人起动嘅，请起来，搞到鬼上边。啊！你我人到落后嘅，小人定位，搞到鬼人都分都唔人睇。你明佢话意思喎？我从细汉到看啲咁嘅代志，由细汉到大汉，原来啊，神啊！人讲甲鬼之间无官兵嘅问题，但讲官兵嘅问题，官兵嘅问题，但系是有灵力嘅问题呢。所以所谓鬼加神啊，人讲啊是来斗法嘅，阿蛮大声，阿蛮大，阿蛮力大，阿蛮个大声，阿蛮个大，阿蛮宽，阿蛮，因为样嘅本质上嘅就是鬼怕鬼，鬼怕鬼。那咱来看耶稣啦。下囝耶稣是上是神，伊用一句话尔，我将鬼赶走了。圣经讲耶稣斥责伊讲，唔爱出声，大只人是唔得出来，鬼个大裤卡趴哩倒，大只正人的中间，个对了伊身躯出来了，一点啊伤害伊们无。正人看到前人自家皮粗谈论讲，这个外头伊是阿咪代志，伊用棍柄甲灵力命令拿什鬼拿什灵个出来了。真正清楚的，予咱看到，感觉耶稣有权柄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子，权柄甲灵力是从伊上帝来的，这位是真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也听你讲阿弥陀，把手两下好不？谢谢。另外，你感觉后这位世界啊，真是个公鬼啊，因为这世界不是从伊上帝管理来吗？莫说讲呢，我讲呢，这世界唔是上帝管人，对吧？真济人听我讲啊，真就邪念啊！阿庄，只系圣经讲啊，这世界啊，是世界上嘅三大魔鬼嘅，这的的确确是嘅。之前都看到嘅鬼啦，有啊咩啊，有人是鬼惊啦，有鬼入心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招鬼啦，魂鬼啦，有跋跳鬼啦，含杀鬼啦，对。爱咩唔惊，这个咯，阿秘书。拢是目的一项嘢，就是要困白人嘅心，啊！因为要让人白到到伊撒旦魔鬼嘅国内面，目的就是爱让人离开上帝。但是感谢主，大家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罗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甲人讲，啊，第一章十三节甲人讲呢件，伊是帮耶稣拯救咱人脱离黑暗嘅关系，将咱人搬入伊嘅爱听嘅国内面。这边的警察跟我们说，有努力过是黑暗的国，跟这个是上帝爱听的国。原来这世界只有努力国家，如果不是上帝的国，如果是属于魔鬼的国了。阿们，以我中的眼光来看，咱人唔是美国人，咱唔是马来西亚人，咱也唔是台湾人，咱也唔是香港人，咱唔是日本人。如果不是属于上帝，如果属于魔鬼，哎，怎么？你爱看清楚场景，来第二项，阿弥讲咩？鬼鬼是恐怖鬼，鬼鬼是伫鬼门打开了，让鬼世界乱乱爬走。中国历史内面无讲过，我知恁话，因为牧师不是文东的，牧师是暗了赤光。我讲的名，我真正清楚。你找规本规个中国历史，你找中国的册，你找未到七月是无好的月的讲法，无对无。人会安怎感觉七月是无好的月呢？因为到伊明朝啊，有一个皇帝名叫朱元璋啊，伊知影讲啊，这七月叫做申月啊，
福建话叫做神龟啊。啊，咩是神龟？神龟就是一只好的龟来。人是自私的，这个皇帝不相反，伊卖好这个龟魂啊，好人分，好人好，伊家己要家己用。伊个派一只个赛弓啊、刀士啊，去分符好人卖符。卖符予人搭去厝的外口，叫人暗暝望出来，因为七鬼是鬼鬼，因为七鬼啊，会一只无好的鬼，所以无人敢出来。这个讲法啊，到我今时今日2020年，已经600几年了。所以啊，你去听，600几年已经影响咱常人啊，到我今日啊，咱变到我七鬼啊，咱个开始无平安，咱开始个平安啊。我白白到去七鬼时阵，你感觉到七鬼甲白白甲济鬼个？所以新闻报告啦，报纸爬啦，讲啦，讲啦，那些灵异事件啦，讲我七鬼有物件啦，阿咪啊，人去受罪啊，互害，互罪罪鬼牵去啊，掠去啊，种种，把你鬼无鬼，咱七鬼甲济鬼，所以愈讲愈想，啊，愈讲愈惊，愈讲愈无惊，所以无安尼款物件，我先出来。事实上啊，那是你先做呀。咩啊？叫我第一顶，所以上侬看七鬼啊，第几号道来讲是一祝福鬼啊，真正有祝福的。如那是跟七鬼交缘啊，包无人交你请。如那是去订酒楼啊，还有便宜一半。如那是要去旅行出门七鬼啊，免人客人个，把你看个是啊！你有啥物 coronavirus 啊？特别轻啊，咱特别惊人济济，七鬼出门第平安，因无人敢搞，敢搞到啥？因为哦，不相关来，咱个免了惊声，个免塌声。鬼鬼安怎来？鬼鬼有两种讲法，一个就是佛教的讲法，七鬼邪淫，这鬼就以恶鬼道，按着人讲啊，放出来了，要放出来啊！了，咱第二种就是咱当人的民间的信仰、民间传统的习俗。人死后，伊会惊，伊要来找子孙啊，啊，这要来这子孙要去拜这祖公啊，予伊会有一个所在，埋伊的亡魂啊，会入到家庭的祖公的拜位内面，可以默默守着能走。啊，所以都在莫说其他人讲呀，莫说其他人多呀。那这些人那是冤枉死的，伊何罪阴死的，战争死的，意外死的，伊过世时阵，这亡魂都无在掉，互子孙来拜啊，特别初入家庭的祖先拜位来这，第二来终于叫做孤魂野鬼啊，孤魂野鬼啊，这个孤魂野鬼白白来七鬼时阵咧，都去阴间出来找食。啊，这唔惊，所以民间咪开始拜这个孤魂野鬼，希望七鬼有平安。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基督徒的信仰来看，并无孤魂野鬼的讲法咧。鬼，但系一个，不是撒旦魔鬼，因为鬼看上帝，撒旦扮演出来，魔鬼成神犯罪，予人惊吓，予人无平安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甲人。撒旦魔鬼想要甲上帝平等，佮背叛上帝，佮成阿当阿娃犯罪，所以阿当阿娃犯罪了后，佮受咒诅，错了惊吓无平安的心，离开伊原本，直到死来。现今卖，